你们后来包括录制整个录制的部分结束之后，生活中联系还多吗？大家联系都挺多的。哦，那有没有再见面或者约饭、约早餐这样？有安排，有安排。他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在结束以后跟我们四位导师都分别吃过饭的一个学生。哇哦！他在北京跟这个刘思远，跟任文一起吃了，然后又骆律师请他单独吃了早餐，跟明浩一起啊。下次上海北京都可以叫上我，因为我上海北京两地住，好吧？上一次骆律到这里来录制的时候就提前先走了，他说我必须赶一个早一点的飞机，因为明天约了跟你俩吃早餐。所有的事情都因为你俩要往其他地方挪。谢谢谢谢黄凯，细腻，然后跟所有的导师都吃过饭，一如我们认识的黄凯。我又有点严重了，我得去打个针，然后你不用着急。没事，我打针的时候另一个手也可以洗啊，打针的时候也可以洗。我觉得你还是好好休息一下。没事，就明天一上午了吧，先睡一下就行了。把这个收拾好，把这个文件目录做了就回去。这些文字不能带走。对，不能带走，所以我得在这儿把它给那个贴标签啥的贴完，然后明天直接拿着用。你这个放着，我等会给你贴吧。我做完目录也行。其实就是这一个可以分成三张，可以撕成三张嘛。嗯，撕成三张，然后就是每个上面写一下这个证据的简称就好了。就每一个证据的第一页贴上他的名字就好。那写，比如说我写全名吗？还是写这样的？全名写不下，就找，比如说这个写曾子协议就行。嗯，就这样吧。然后你要预留出他被上面这行压住的这空间，比如说你在这写一个叫什么曾子协议。嗯，大约就是这样。嗯，那你这两个有什么要？颜色无所谓，颜色无所谓。那你放着，你还是先去打针。我拿了两个，我先喝，到时候咱俩一人一个。好，这个就装着就行。厨师为洁身先死。你别讲了这么多，你还是好好休养一下。我觉得我明天上午可以。你先不要给自己有太大心理负担。做个小炒肉。对，炒香菜。你啥有啥活需要干吗？要不你洗一下这些蔬菜。这个要用，就是直接用水洗就可以。我来吧。这个我还是会的。我也可以。我感觉明浩没干我活，他说这个用水洗是吧？不用加什么东西吧？洗洁精？不用，洗洁精搓就行了是吧？洗洁精，也没有啊，我寻思上面。洗洁精，洗彩椒。这个大概要摘多久？够多少？就是差不多这样。就是哦 ，OK。看来胡明浩真是，太好乐了。也是完全不会，哇，太丰盛了，八个菜，太棒了你。凤爪，哎呀，好厉害！迎来高潮了，咱们这节目。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菜。会做饭的男生真的超级加分。他养我是，他已经退休了，但其实没什么退休金在村里。反正他所有给我的费用他都是自己自学草药，就看那种中药书，去根据他的图形去山上摘，摘了之后再去卖。去山上摘草药这件事情很危险，然后还要就是爬很高，直接很笔直的从山上爬上去，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他年纪那么大，七八十岁了还爬啊。他其实就像我的父亲母亲一样抚养我长大，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如果我自己有足够经济能力，他完全不用做这件事情，就我可以直接回报他。
我觉得你爷爷真的是挺伟大的。不是黄凯，你爷爷现在睡了吗？你要不要现在给他打个电话？我看看，他有时候会睡，他有时候十一点了还会给我打电话。喂，爷爷。妈呀，发生什么事啊？哦，你这么晚还没睡呀、啊？我都是七点就睡去了，我在家醒了。哦，就是很多天没有给你打电话了，现在想打个电话给你。我这边实习快结束了，应该还有差不多一周，一个礼拜多。啊？我说我这边实习还有一个礼拜，差不多就结束了。还有一个礼拜啊？对，差不多还有一个礼拜。爷爷关心的点，你还要累一个礼拜呀、啊？你来的时候有没有跟老师讲啊？我回去的时候会跟老师说。现在没有跟老师讲啊？现在知道，学校知道。学校知道了哈、哦。是。学校知道，你要跟学校讲一讲啊，这个是大事啊。好，没事，不用担心这个，跟学校说过了。啊。我现在跟我实习的老师还有我实习的朋友在一起吃饭。啊，老师就在你边上了。对对对。啊、我跟爷爷说呀。好。哎，爷爷，哎，打扰您了，我们现在在吃饭。我跟那个黄凯讲了，让他每天都给您打电话啊。让他每天都给您打电话啊，不让您担心啊。啊，那谢谢您，老师。对，不客气，应该的。不是我应该，是黄凯应该的。真的，他真的是应该。真的非常感激您啊！啊，这么不容易啊！那谢谢您，老师。对，让爷爷好好休息吧。我都跟爷爷说了啊，每天都要打电话啊。好，我之后每天打电话。明天我开始监督你。对，让他看见你过上你想要的生活，是你对你爷爷最好的回报。谢谢人，谢谢耗子。怎么回事？这不是一个职场节目，为啥一直哭？我第一次来这节目，我前面空两期，第三期来的时候我就哭了。我说天哪，我感觉录那个恋爱类的都感觉是那样的，都没有哭。一来这个感觉特别有泪点，我天哪！是的，像甜甜说，感情世界很多是上层建筑，但职场你关注的是生命最基石的部分，对，你创造的社会价值，是你底层的人际关系，是内心最坚实的那个。